领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常相左右，处处关照。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这十玄门呢、在我们我在古特过在这个五台山讲十玄门呢、讲了四十天，就光讲个十玄门四十天。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念个名词而已了。但是这个可是华严经的最基本的教义，叫什么呢？十玄缘起。我们如果把十玄门讲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都记住十玄门，那时候你感觉着非常微妙，非常玄了。咱们经常有两句话，诸法因缘生，一切法是缘生的，因缘生起的。那么诸法也是因缘灭，一切的生灭诸法仅仅是个因缘而已了，离开因缘没有一些诸法。这就是法界缘起的重要的内容。那么以下呢，还有如果我念念再念念十玄门呢、它还有十种相应的，在华经书钞里头讲十玄门的同时具足相应门，就是佛法是一个整体，整体它虽然分了许多不同的法派，像我们现在啊，禅宗啊，律宗啊，教下呀，分了很多分门别派，或者显首啊，临济啊，朝洞啊，不论分很多派门吧，虽然分很多派，它的内容是一个一个内容，没有其他的，但是这个含义呢，就是同时具足相应。有时候佛说说的很广大，无量世界尽虚空遍法界，那这个就大了，就广了，一微尘里转大法轮，那一个微尘跟这广的无带的世界怎么来比呀、广狭自在，广即是狭，狭即是广，自在无奈，这叫广狭自在无奈门，一多相容不无奈，一多相容不同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能容一切，一切即是一。这个我们容易理解，说我们这一个讲堂，我们现在上千人，讲堂是一个，容纳这么多的人，这是一。讲堂是广，但是我们容纳里头的是狭，广狭自在，一多相容。此即是彼，彼即是此，那叫什么呢？那诸法相同，诸法相同自在门，秘密隐显，具成门，有时候是秘密的，有时候是显现的。不用说密宗嘛，就是我们禅宗嘛，说你当你说禅门一炷香，顿超直入，立正菩提，当你立正菩提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怎么样立正菩提的，你正得才知道，当你不正，你怎么说你也不知道，你不能明白，你入了几十年功夫，但是你正的时候可是一念间呢，
这是我们禅门是讲，在这一炷香坐下来，他开了悟了，顿超直入，立正菩提。因陀罗王警戒门，因陀罗王是第四天一个他那个王照，那个他一个王叫因陀罗王，每一个王孔具足其他一个光孔，因为他是光明的，他能摄一切。托寺显法，那我们借着譬喻，我们讲假这个显，假那个显，显什么？显佛所说的妙法，假事来显理，就是这个意思。时事各法已成门，过去不是现在，现在也不是未来。时事呢，就过去的过去，未来现在，现在的现在，未来过去，未来的过去，现在未来，加上一念，十种加上，这叫十事啊，十事，十事的各事，每一世间的法都不一样的了。十事隔法，说相隔的法，法门不一样，但是呢，一成啊，同时成就的，所以这个普贤横愿里头，这个不是普贤横愿主要的啊，因为你要讲普贤横愿，必须得讲讲华严的大义呀、啊。说这个都不懂，那你普贤横愿你就妙不起来了。普贤横愿不是我们平常的发的愿呐、啊，他的行愿呢，愿是导你的行的。说我们修行是你的愿呐、啊。说有的发心愿要住禅堂，有的发心住念佛堂，有的发心去学教，那根据个人的意愿。对，你意愿不同，所以它的效果自然就不同了。说我们现在要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达到不可思议的解脱，任何境界都是解脱的。解脱就是无障无碍了，无拘无束了。嗯，这个是什么？怎么能达到呢？现前一念心，学普贤横愿呢，成就什么？成就现前一念心。现前这一念，具足十大愿，具足凡夫。从凡夫地具足一切诸佛佛地，这个中间包括的非常广，这叫不可思议啊！不是我们的脑子、我们的心意所能理解到的呀。我们只是读诵读诵，将来啊，未来达到这种境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我们要把它看成极简单，就是我们每位的现前的一念心，这一念心把它放出去，放到十方法界无穷无尽，收回来现前一念，就这么现前一念。因此你以这个心来读华严的普贤横愿。有的道友以前也问过，什么是普贤横愿？我说你现在所做的吃饭穿衣行住坐卧，包括你饿食撒尿，全是普贤横愿。他说不理解。我说你念过净行品没有？他说念过，因为他是学华严的嘛，
念过金刚篇，我说文殊菩萨叫我们从那早晨一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吃饭穿衣饿食撒尿一举一动都要发愿，中间两句是事，第一个四句话啊，第一愿一定当愿众生，第四句一定成佛。对，那年上厕所上洗手干，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犯，把一切罪犯都编捐除了不就成佛了吗？对，那说到睡觉以时寝息，当愿众生身得难闻心无动乱，说念念之间从早晨起来一睁开眼睛就是睡眠食物当愿众生一切知觉周顾十方，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念念都在文殊大智慧当中自己是愿文殊智的普贤愿，对，两个是结合的，说念念的你有智慧现前，智慧现前是你念念之间都在发愿，一举一动在文殊菩萨大智当中，一举一动在普贤的大愿当中，以智导愿，以愿起智。所以《华严经》的普贤十大愿王导归你入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而每个人都要求解脱，就是不要受拘束，咱们人人都不要受拘束，你怎么才能解脱呀？假使你每天念念普贤十大愿王都在解脱当中，什么拘束也拘束不到你。要说难非常难，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迷的当中。要说易那太容易了，容易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现前一念嘛，你动个念头就行了嘛，你把你念头念念动的都是普贤愿，念念动的念头都是文殊智，那你就是文殊菩萨，你就是普贤菩萨。说你经常生烦恼，那你就在六道去了，就不是普贤也不是文殊了。所以保持一念就是什么呢？我们禅宗禅禅的道友们经常保持觉观照，让你这个心呢、如何是我本来的面目，你念的心都追求我本来面目，你这一念心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已经就是本来面目了。等你究竟成就出来还是现前一念，这是能缩起来，把它能缩起来。什么是十大愿？现前一念，这是你一念心的限量境，这叫限量境。限量境清净解脱自在，你就想去吧，清净解脱自在，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说你如果发个脾气或者一不高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也是一念，那一念不高兴一百万个障门都开了，也是一念，也是一念。但是我们弟子佛弟子
四众弟子都掌握住你现前一念心，十大愿望就是你现前一念心。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者，我以清净身于意，一切偏离尽无余。这就是普贤横愿一个寄送，现在这个十方世界的所有的果道，所有佛果道了，在这个十方一切佛果道当中，所有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一切诸佛。三世人师子呢，只是说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我以清净身于意，一切偏离尽无余。假使我们礼佛的时候，你观想这个句子，你这一个头磕下去，磕下去啊！十方世界一切佛，你都离了，这叫偏离，偏离一切诸佛，就是心量想。过去那么主色，他磕一个头，从他磕头这个地方，到他那个地下，一直到海，到了水的地方，这所有的微尘，一个微尘，一尊佛，他一个头磕下去，他就离了这么多的分，一微尘一尊佛，这普贤横愿比这个大的多，一个微尘里头。包头很多的佛刹，库姆那一老和尚，他的一天的昼夜礼佛，只有中夜夜间他睡两个钟头觉，他昼夜24小时都在礼。那么我到那儿去拜访他、参访他，他就问我，他老法师啊。礼佛有功德没有？我听着很诧异，我说你在干什么呢？我在磕头啊。为什么要磕头啊？我要消烦恼啊。我说你还有烦恼没有？有啊。我说你磕洗了？他说磕洗什么？我一天把那地板都换了两次了。雪峰当家跟我说，他磕头那地板给他换两次了，磨的他脑壳都疼。这种礼佛，我跟他说，我说你叫疲劳轰炸。那礼佛你心里想佛吗？我想佛消业障吗？对，这一礼叫骗尘刹，这是惯想力呀。说如果我们每位道友，不管你读诵大乘也好，礼佛也好，参禅也好，念佛也好，你心得在这个上啊，不是你肉体疲劳轰炸呀、啊，修的是心呐、啊。我想我们作为道友都懂吧，不论在家道友、出家道友，那你心不在焉，你干什么呢？虽然看你是在磕头求忏悔，你心没在磕头上啊。那你昼夜得干什么？有加斯利吗？当然有加斯利，没加斯利他能肯这样拜吗？就是他缺乏观想力，心跟身不能合一啊。修道的人得身心合一，你才能开智慧。有了智慧了，才能知道你的行动。对，像我在孤山，我们学堂跟禅堂来着，那时候孤山的禅堂嘛，是老和尚亲自、虚云老人亲自领导的，那也规定我们学堂的人每天晚上得到禅堂做一支香，做一支香，一直听老和尚开示，啊，有时候老和尚不当开示。但是你做这一支香为什么？
当你坐香的时候，你思想怎么想？当然，那时候我是小孩子啊，才十六七岁，想念佛是谁？我回来问我们老法师，我说了，我老法师啊，念佛是谁啊？老法师就笑了，你说是谁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们禅堂开始说念佛是谁啊？现在我们这是禅堂啊，究竟念佛是谁啊？再翻过来，是谁在念佛呀？念佛的是谁？谁在念佛？再追问，为什么要念佛？禅堂，念佛是话头，话头。我在禅堂时候，那坐禅，我经常想，话头。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开悟啊，我现在还在禅呢。话头，说话的前头。说话前头还有什么吗？缠话头，我就想啊，话头怎么缠呢？什么叫话头啊？现在我们这是禅堂啊，我们作为禅师啊，当然可能够都在缠话头。什么叫话头？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话头啊？我明白的不一样啊，十大愿望。这就是话头，是大愿望。为什么呢？不可思议啊！话头可思议吗？话头容你想吗？你思的不是话头啊，一思就话尾巴了。你不说也是话尾巴了。话头没思想，没语言。所以有些那时候我们禅堂跟我们学堂两个紧挨着，禅堂学堂大家在放香时候带块堆儿，我们那是讲华严经，我们禅堂是看话头，本来是没矛盾的，但是有矛盾，有矛盾，所以一切事物都应当这样想。怎么想呢？就是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偏离尽无余。我们把这句话作为话头，三世一切佛，十方一切佛，你连现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都没见到，你还能见十方三世啊？一切佛呀，咱释迦牟尼佛才过世两千多年，你都不知道了。完了，咱们这时候都叫末法了。那现在我们讲华严经，研究华严经，我们这不是末法呀。正法都遇不见华严经，大家看看佛说华严经，佛成佛之后说的华严经，只说二十多天，给什么时候说的？法身大士啊，有二乘人吗？一个二乘人也没有，对，都是发大菩提心的人，都是法身大士。因此，所以一切诸佛说法只有一个，什么呢？机呀，对机说法，因机施教，因机施教。诸佛能观机，末法众生说说法者，他能观机吗？不能观机。但是有一个因缘。什么因缘呢？例如说，我今天来这儿跟大家共同学华严经，这个因缘，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呢、啊？我看不可思议。
我们能在末法时候听到大放光佛华严经，听到这个佛名字就不可思议。正法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印度人很多人没听过大放光佛华严经，听到这个名字吗？到我们娑婆世界，到我们南瞻部洲的中国，我们讲华严经，但是华严经很障碍很多。从我的一代一代的老师啊说，这一座把华严经讲圆满呢，机会很少，讲讲就停了，都没有把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圆满，讲到极品。说为什么？障道因缘非常之多，说要听一部华严经啊，很难很难。包括讲者生病，讲的人不能讲，听众人不能听了，你道场不能办了。虚云老和尚请慈舟老法师在孤山，就是想讲一部华严经。老和尚一生好多次想讲华严经，想听华严经。所以大放广佛华严经，听到这个经的名字都不可思议，他的功德不可以想象。所以这个寄送就是这个含义，所有十方世界中所有的现前当前的世界，十方世界包括太广了啊，十方世界，过去十方世界，现在十方世界，未来十方世界，人师子，一般那么尊称佛是人中师子，就是佛，是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遇到诸佛，我以清净身语意，我身清净，口清净，意也清净，什么现前一念心清净，一切片理尽无余。每一个佛我都一味都不遗漏，我一一都去礼敬，一一片理尽无余，一味都不遗漏，片理尽无余。这是礼敬诸佛。在礼敬诸佛第一个寄送就告诉我们，这个普贤横愿礼敬诸佛不是一尊佛两尊佛，不是释迦牟尼，不是阿弥陀佛，十方无尽的祝福。那当然了，其中也有释迦牟尼，也有毗卢遮那，也有阿弥陀佛，也有药师琉璃光如来，也有不动如来，反正佛多了。这样的来礼佛，我们作为道友磕头礼佛时候这样念过吗？发过这个愿吗？那你礼一佛只是一佛，而且还是末法的像，不是真佛。这个十大愿王普贤菩萨礼的佛是现在住世住佛，不是涅槃的，现在都住世，说诸佛都住世。那释迦牟尼佛不是涅槃了吗？这是众生的看。释迦牟尼佛说他没入涅槃，不过换个现象而已。什么地方说的？大家读过《地藏经》吧？地藏经释迦牟尼佛亲自跟地藏菩萨说的，
我并不是光是佛身住世，不是现个佛身住世间，我什么心都现。大家看地藏菩萨第二品，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说，我在这个世界上现的无量身度众生。那现在释迦牟尼佛并未入灭，你从这样来理解。对，说十大愿望的第一愿要敬佛要礼佛，这一大愿叫礼敬诸佛。那有人说我们老师同学道友乃至于过去的每个人出家都有师父有师主有师公，说你那个庙上的历代老和尚包括，说你观想诸佛脑子印象没有，当你磕一个头，你观想所有现在世间上的，就是你这个庙，这个庙上一代一代的和尚，都包括在内，现在住世的诸佛，我们知道的，阿弥陀佛、药师佛、南方不动如来，都在住世啊。当你一礼下去，这十方皆诸佛都在你一礼当中。而我们磕一个头，你一尊佛就是一尊佛计算你的功德，你礼是十尊佛计算十尊佛的功德，那你这一个头磕下去，尽微尘，微尘有好多，你礼的有好多佛，那这个佛的功德怎么来给你计算呢？相当的大。对，但是我们顶礼佛的时候，我犯了很多的过，不但功德没得到，过处不少。什么原因？磕头时候没有恭敬心，不是恭恭敬敬的求忏悔，不是这么一个心情，随便的磕。对，我们看到进庙烧香的他也磕，那他心里想什么？对，不是身体而是心里。因为什么我们要礼佛？因为我们求救度，所以我们能够生在这个时代有佛法可闻，就是感佛恩呢，报佛恩呢，所以我们给他顶礼。又者佛是我们的老师，我们都是佛的学生，我们这个世界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礼佛我们要去分析，应该呀，怎么样礼，有十种啊，我分析。第一种是哪慢礼，慢者呢心里不恭敬，没有至诚恳切心，只是以塞身为主，光是头正磕，随着塞身去磕，心里不观想，特别是我们现在每个寺庙，大家都看见拜殿吧，上大殿时都有拜殿，拜殿有的那个拜殿很高，拜殿很高。我们慈兰法师啊，跟虚云老和尚说，摆架子，拜佛都摆架子。在印度磕头是五体投地呀，全身磕下去呀，不是摆个凳，凳上还挑个垫子，还摆个架子，那叫摆架子啊。这是哪慢，这不是礼佛，为啥？五体不投地。五体不投地，
轻心慢心来礼佛，这叫哪慢礼。第二个呢，忏和礼，忏和礼。这个嘛，拜忏呐、啊，干啥的？但是没有拜殿，比较好的拜忏时候不拜殿，但身体不庄严，一念不恭敬。我看你们北方最好的寺庙，拜佛就唱啊，维诺斯一唱，哎呀，我一点，把腰一迈，拜千佛忏，一天拜一千个，就是一点一点一下，一点一下，念个佛名字一点，不但脑壳没着地呀，身体都没磕下去，机会磕下去了，心不在焉。唱得很好听，唱得很好听，叫唱和礼，一唱一和，哪慢礼，唱和礼，这两种是最不好的。有的时候恭敬心，恭恭敬敬磕下去，五体投地，心里惯想，惯想什么呢？咱们礼佛有个偈子啊，能礼所礼性空寂，这华严经偈颂，感应道教难思议，就是我的心感应佛的加持，我这样来礼，感应道教难思议，我此道场入净宗，我这个道场啊，就是佛的清净道场，一心归命顶命礼。我这全心全意的归命，这是好的了。说这个礼呀、啊，是什么？以华严分成五教：小时中顿圆。这个叫小教礼，不是大乘的小教礼。今天讲个三礼，明天再接着讲啊。
以孝行著称的闵子骞，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更好地照顾闵子，父亲续娶了一位妻子。当心噎着，这孩子
今日吃不了，但去玩的黑人都烦，挺好呀。艰辛的日子里，无怨无悔地承担着家庭的重任，这完全是秉承了生母平日对他的教诲。天都大亮了，你还不起来？家里还有多少活等着做呢？睡什么懒觉？是的，母亲。小孩别管，不，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个。傻孩子，你穿的是棉花，这是芦苇絮。我不要芦苇絮的，哥哥能穿我也穿。这个很冷的，你不怕呀？那哥哥会上乌龙吗？哎呀，他不怕冷。是打了骂了，别人说我狠毒，不理不问呢，别人就说管教无方。子谦他可有什么过错之理吗？没什么，除了有些时候好吃懒做，投奸耍滑的，别提了。子谦生母过世的早，就有劳你多费心，我会叮嘱他要听话懂事，你只要放心管教他就好。放心吧，不管他怎样，我都会好好照顾他的。
并不觉得冷。今天有人差点冻死在路边。谁呀、啊？我请问你，咱们一共几个儿子？三个呀。那他们三个兄弟，哪一个苦，哪一个甜？嗯，三个儿子都一样啊，不分苦和甜。哼，他们的衣服是否都一样？里面装的可都是丝棉。是，都是丝棉。那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说这是芦苇絮？你要说哥哥不怕冷？哼！我妻李氏谋害前儿民损，今写休书一刀两断，任凭他改嫁张三或李四。他爹啊！你这个恶毒的妇人，还不快给我走！我们李家不要你这样的妇人，从今以后，你再不许踏进民家半步，快走！父亲。七出之罪，只不该齐家的嫉妒心肠，对孩子有了分别之心，就容七这一次吧。我马上把芦絮改成丝棉。这年三九天气，就是穿上棉衣都觉得冷，怎么狠得下心让孩子穿着芦絮，害得我儿差点冻死在途中。你这个狠毒的妇人，还有何脸面再次哭泣狡辩？你这次休书，快给我走，走！啊！父亲，孩儿我替母亲求情，请原谅母亲。都是孩儿不孝，才有今天，请父亲息怒。父亲，你今天真要赶走了母亲，撇下我和弟弟们，岂不更可怜？父亲，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难。如果母亲不在了，两个弟弟也会受凉挨饿的。父亲，求求您了！父亲，儿啊，你对娘十分的孝顺，娘对你心眼太偏。你不但不记恨娘，你反倒替娘求情。从今以后，娘定要加倍的疼你。就是弟弟们不穿，也得给你穿呐。都行了，既然你改过自新，咱们就重新开始。母亲，民损用自己的孝行维护了家庭的和睦与幸福，这同他的生母对他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正因为生母的德行教育，才使得民损能够用至纯至善的孝心去宽容理解，这才感动了后母。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这句话也流传千古，后世的人对闵子骞的孝心孝行赞叹不已。同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用真诚的孝心去奉养父母，什么样的父母都会有感动的一天。